是谁？一早要和奶奶在那边尖叫，啊？那边尖叫，要踢踢踢尖叫，这样子。是谁？嘟嘟在问你话，嗯？那现在又是谁吃饱了在那边？嗯，卖萌，嗯，嗯，嗯？那是肚子，谁今天穿小飞象？嘿嘿，哎呦，嗯，是谁？是哪个小朋友？嗯，早上坏坏，嗯，在那边尖叫声，你是 DJ 哦，MC 哦，嗯，那边尖叫声。嗯，在看什么？啊，嘟嘟，咚咚咚，哎呦，放屁，咚咚咚就放屁哦。嗯，小飞象，小飞象，小飞象，七脚八爪在那边干嘛？嗯。干嘛？念两句就不看镜头。嗯。嗯。那你现在喝饱了，你要干嘛？嗯。那你双下巴怎么三层？三下巴。嗯。嗯。小朋友。哼。奶奶。那我们就是要准备起床，好吧？嗯，小飞象起床喽，天开始喽，我们下次有空见了，拜拜。